生机榜的驴打滚， Q 弹的冰皮，包裹着香甜的奶油和水果粒。今天做草莓雪媚娘。首先往碗中放入糯米粉170克，玉米淀粉60克，白糖40克，牛奶260毫升，搅拌均匀。蒸锅上气后放入，中火蒸20分钟。蒸好后取出，趁热放入黄油30克，用铲子把黄油拌进去，拌匀后晾凉，取出放到揉面垫上，反复的揉搓摔打，直至面团光滑有弹性，放到保鲜袋中备用。然后把面分成12个小面剂子，接下来把淡奶油250毫升倒入盆中，用打蛋器打至有明显纹路即可，装入裱花袋中备用。草莓洗净去蒂，切成丁备用。接下来把小面剂子用手压扁，在中间挤上一圈奶油，撒上草莓，上边再挤一点奶油，然后先两边对捏，再四个角对捏，翻过来团圆，把表面沾上一层椰蓉就可以了。冷藏后再吃，口感更佳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帮忙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尝一尝啊！还尝一尝啊？那你先告诉妈妈这什么颜色呀？是绿色。不对。对。那你让奶奶加一个，那是啥颜色？这啥色？绿色。那你拿那是啥颜色？这我是橙色。橙色像不像橙子？像。像不像橘子那颜色？是。你叫虾片。虾片。辽晨，你知道这个是啥吗？面包。面包不是。草莓雪媚娘。草莓雪媚娘。雪媚娘。对，也对。草莓雪媚娘。咔嚓咔嚓，火车来了。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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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么好！火车司机，咔嚓火车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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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向前奔跑。小白小白上楼梯，打开电视机，拉拉小天线，电视不好看，关闭电视机。小白小白下楼梯，来到肯德基，汉堡呀汉堡，薯条呀薯条，可乐呀可乐，啊，啵儿！奶奶吃饭，吃饭，妈妈吃饭，你饿了啊？那你先跟我说你在幼儿园吃啥了？在幼儿园吃包子，吃的菜呀。吃的包子，吃的粥，吃的菜，吃一个大的，吃了一个大的呀。啊，那吃了几份粥啊？吃两份粥。那吃几份菜呀？吃一份菜啊，好吃。好吃啊。